估价这户在城中村的房子，看来倒是宽敞。师傅，这厨房里的刀看起来沾过血，刀口的红色都发黑了。那沾血次数不少，而且有点时间了。房内阴气可挺重，还好有关公相镇着。师傅，这关公和这一带的其他关公像看起来不一样啊。你看看刀口朝哪儿？这关公刀尖朝上，且刀口朝外，确实奇怪。故生这些商人请关公都请刀尖朝下的，代表着财运；刀尖朝上则意味着镇压邪物。而他想镇压什么呢？好浓郁的血腥气。师傅，我记得地藏菩萨是用来渡死者的吧？这厕所间里有一尊。你看看四周有没有怪异，按照风俗，这厕所八成用来干过邪事，有过人命都可能。这卫生间的排水口有不少干了的血迹，地砖的缝隙也发黑了。说说看你的判断。这些血是新鲜的，应该是不久前留下的。说明楼下的血指数不少，而且有点时间了。哈！哈！这应该是孤胜的卧室。师傅，这里有本教财道志的书，你可清楚？我瞄了几眼，都是些歪门邪道的法师。财道志听说过这本邪术，按理说多年前就已经被清理掉了，现在怎么又出现了？我先揣兜里，这本书有残缺，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少的那几页。这个相囊是顾家女儿顾小茹的。前面这个上锁的房间应该是顾小茹的了。
师傅，这床头供奉了一枚佛牌，引起很重。佛牌，这位置供奉佛牌，不对呀。Thank you.